抬头向上望，一只只燕子从四面八方飞来，在空中振翅飞舞，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几乎要把天空遮住。上千只燕子在屋顶走廊穿梭，发出如轰炸机般的叫声。民众好奇出来查看，发现除了飞舞的燕群，站在电线上休息的燕子数量更是惊人。你要算鸟，无在了算，一年一年一排排站哦。都是安尼，拢黏的安尼。这壮观的画面出现在彰化的花坛，附近居民说这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燕子同时出现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生物老师来解答。都是跟食物，因为那种昆虫啊，或者是那个在下雨过后。 它的湿气比较重的话，它们飞得比较低。原来是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水生昆虫飞得比较低，才会引来千燕觅食的自然现象。一旦昆虫变少，燕群就会散去。虽然画面壮观，但上千只燕子也带来满地的排泄物，居民一早就冲水清洗，要整理家园。记者陈晨伟、刘明在锦城彰化采访报道。